加氧气等于火。火之三角就是一个构成火器三种必要元素，只要移除其中一种元素，火便会熄灭啦。例如厨房落油时的烟火，用个镬盖盖好，隔绝了氧气的供应，火就自然会熄了。例如买了内地电器，用下突然着了火，电火就不可以用水扑熄，而是在安全情况下，确保绝缘而安全的情况下，尽快拔掉电源供应，切断了电火的电源热力元素，先去用隔绝氧气或移除可燃性物料的方法，咁就可以完全扑烫电力的火警啦。在遇上火警时，必须以个人处于安全情况下进行灭火，量力而为。李生，许家人，你陈家人，我都喎，我同三点走。哎呀，我都仲搭 lift 行楼梯啊嘛，搭楼梯咯，逃生三宝先啦、啊，逃生三宝啊，逃生三宝即系手提电话、湿毛巾、门匙。喂，我得锁匙同手提电话两好用啊，火烛啊，行咗先啦。系，嗰啲湿毛巾预埋你嘅，咁就我哋，咁就。唔好讲嘢。逃生三宝就系湿毛巾、门匙同埋手提电话。湿毛巾是用来掩住口鼻，减少吸入浓烟。门匙就是如果所有楼梯都有烟，咁就可以翻单位暂避。至于手提电话就向救援人员报告你的位置噶。